心有一点灵气，顺着安静的心意，我拢是通家己的心，这是顺家这条灵性，倒转来咱清净的本性呢。灵魂是天性，转咱显明是天意，拢是顺母的心，这点灵魂的灵性，只有清净的本性，我有清界这点灵气，恢复清净家己的心，是灵魂的天意，予咱顺家落心，转着清净本灵，现着极静的气性。咱爱顺母道灵，有咱一点气通心，这是受着灵魂的气，我再来开源落家，是咱有顺这条灵性，嘛是咱搁再顺加献清，这点有顺的灵气，我爱敬母顺心，是咱恢复清净的天，灵源是现世性，爱咱归灵现世净，是咱以通的心，这是咱道家的灵气，转着清净回母的心，是咱有顺的天性。阿母啊，来讲着显灵，你有一点清净的天意，这里是无形的灵性。对着咱现世本性，灵魂脑正灵性，归着母娘伊的本领啊，回着清界这个天理，看见咱顺母的心，灵魂脑正天性，倒转原来母性啊。是咱出现这点气性，拢是顺家现世的心意，是咱归着母娘伊的法性，咱再来转入回母的天灵，拢是显来本性，转着咱的清入净，是元天这条灵气。是咱转着清净的心，灵魂脑正灵性，归咱清净回本性，啊，是咱一通这么顺，这是咱出家的灵气，你有一点清净的顺性，我爱道家显的净。这点顺母的本性，是咱回到的灵气，向着清净这条心，咱以灵魂的天界，你再来讲净出自在，拢是显明的本性，咱爱顺家道灵，是咱这条正法心。来讲着顺母通的定，这是咱转入清界，咱的本性，无形回转来先天的真意呀，是灵魂伊的天性，进入到咱的心稳定，这则是咱为主的灵气，伫咱回转来先天这条心呢，这则是咱灵魂。伊的灵性，个人定法，这条本性是咱以清净的法界，
要来转咱灵魂开心，这点灵光的灵气，只有转到咱通顺心灵伊的本性，爱咱恢复清家己的心，这是咱顺到无形伊的本性，拢是正法的灵气，使咱清净。这条灵的，我有回转这点灵界，这是咱老灵的清净。你有这点元天的神，再来讲有运这尼啊静，恢复通天这条灵气，爱咱看到清净的心神，拢是显落来的灵性。咱再来看清净的本性，阿母啊，伊咧讲，这是咱的灵源，这点有顺的灵气，咱有这呢啊清净的心，我有这条无形的法性，是你以清净这条灵魂，我爱是顺母的清。这点则是咱道家的灵气，是咱主要通咱的心，使咱有精这条灵的。我以清净这间开，这是咱阿母伊咧讲的本性，是咱以清净这条灵性，要来看见咱的本性，这是咱。出家的灵性，嘛是咱行最好的本性。你有这条清净的气，通到咱顺家，这个无异呀。灵魂伊是顺家，敢若亲像母娘，伊予咱心会清，转入咱的本源本性内底。这敢若亲像看见咱的心自在。合作伙的灵性，咱只有看清净的本性，是咱以灵魂伊的灵性。我有一世人咧讲的通灵，是咱顺着清净的本意，老母娘娘来讲顺咱的心的，真理是天缘。罗灵是顺气，有咱母娘则是通性，一点原始的天命，咱才有这呢啊稳的灵气呀。是这点顺母的天性，我有带着现世界的神，咱有这呢啊清的天性，才来兑现无形的本性。拢是主要的天理，嘛是咱行回清净的心意。咱有这呢啊稳固的天性，是咱出现无形的稳定。这个天意爱我顺甲这呢正，我才有这呢啊稳固的心，出伫咱的心的这呢啊明。随着通天的灵气，咱只有行入来，阿母啊的性，是咱恢复清净的本性，搁再转到顺家的天命，灵魂的灵性，是咱抓定一世人，我有一点清净的气，再来讲顺家有稳的心。这是咱恢复青天的本意。老母啊来讲，老家的心，是咱以正法的灵性，咱再来讲顺母道灵，这点灵魂的灵气，咱爱看见顺家的心灵，有咱这呢稳的天命，我再来讲顺家。这条心，这是咱恢复清净的天，
咱再来行有稳定的心，无形的本性，咱看到先天的本性，是你以灵魂伊的灵性，我以清净这条元神，是咱入定这个天界，在世间我用着心行入来，这个通灵是咱这么清净，恢复咱的元性，金宝伊的安静，这是咱罗家这条神呢，是我以清净这条灵魂，恢复清界这个天性，无形中这尊神，是咱归路现主时的天，阿母啊，再来显明这么稳的教，你有一条清净的天性，咱再来讲顺教现世神，拢是无形的天意，咱再来徛做伙顺正的心，是咱行回正灵的本性啊，是咱在世间的灵气，净出着咱的心平平。我有这么啊顺甲的通神，这是咱恢复清净的本性啊。我再来讲顺着无形界通咱的心内底，这完全是天意。做我这世人归咱的先天性，灵魂伊的本意是要予咱顺甲母娘这条心内底。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性，是咱看见金母娘娘伊的本性，拢是主要的灵气。咱再来定发清净的心。我有这点灵魂灵气，这是咱转到清净的天，咱再来行做伙的心，灵源是天性，爱咱看见是顺命。我有这么稳的灵气，是咱主要通天灵，是你搁再回转来这么清净。灵源的本性是咱行清家己的心，这点则是咱顺家的灵性。有咱这么啊清的天界，咱才有这么啊明的心源来，回到正法的灵气，转到顺家的心定。我有这么啊顺的灵性，是咱以向清净的心，我才有母娘这么静的心，开到稳定这条灵气，我只有向着我的心归元。这个真理只有倒转来咱的原装的，安尼才是咱通到原来咱的本性原点。拢是主要这点气进入到咱团这么顺的心性。你有这条清净的天源，阿母啊，伊爱咱有稳的心，咱再来找这么啊静的教，是咱顺着清净这条灵魂，拢是顺母的心意。我爱有这么啊清净的法性，真法本意是天灵神，转咱有母是归咱定，回咱这么稳的气，是咱恢复清净的天性，咱才有这么啊稳固的本性，是青天这条灵性。是咱倒转来先天的本性，无形的天界，是咱净出自在，合到这么顺的灵性，咱只有看
清净的本心，是你以原来这条灵魂，这是咱顺家的天，转到咱这么精的心意，无形伊的天性，咱爱徛正顺母的本心，这是咱现来清净的心神，嘛是咱老家有稳的心意。上苍的天性，爱咱做伙是通灵。你有遮尼啊顺的灵气，咱再来行清家己的心，是咱以正观的灵性，咱再来对无形稳定，是你以清界这条灵气，我有一点清天的顺性。是通咱即马即个时阵，我用着母娘的家，代表先天的质，咱才有遮尼啊清净的脑神经。因为我爱是通我即马即个时刻倒转来原形，找母啊，这是咱上界稳定，即世人咱通会到的。咱以灵魂为主，修炼咱这个本性啊，是咱恢复这条灵气，个人使咱正一条啊。真理是天缘，现来顺理是心境，有咱转到啊灵气的清净，伫咱徛正这条灵魂。是咱的心看出来，因为我爱是上苍这个灵性，嘛是心明伊的本灵，这个天法只有用咱的心寄入来无形界，才会神的气。这是咱传法上苍的天性，老母娘娘伊的本性。灵源是上天界，落定是现世性。转咱有无，则是灵性。你有遮尔啊稳的灵气，我再来看到清净的心，这是咱归来无形的稳定。你再来出家，遮尔啊顺的天性。无形，伊要予咱清净，是咱即马行转来这条关心，这则是出家咱的灵性，代表先天咱的宝气，遮尼单纯的灵性，嘛是咱即马找到无形界咱的通路，是咱要行的遮尼啊清净的气清灵。是咱母娘伊的灵性，嘛是咱归元现主时的本性，只用着清净这条心，咱才会当看明咱现主时的气是通的。这个天理是活用，咱即马有这个神归咱的本源性，这个天法只有用天理。上苍显来是灵性，爱咱看现是天命，有咱这条灵天的气，这是咱顺着稳定的心。阿母啊来讲，遮尔啊精的天性，灵源伊的灵气，是咱以清净合神。母啊又遮尔啊稳的灵性。这是咱传青天的本意，老母啊来讲，这么顺定的心，是咱恢复清净的天性，嘛是咱倒转来顺家的本性，灵魂伊的灵性，咱爱看现是天命，予咱有这么啊顺的灵气，是你行向。先天的本性，
这世人咱只有讲道灵，恢复着咱的清净本心，是你以原天的灵气，我再来讲顺驾这条神灵魂伊的灵性，只有清驾咱的本心，顺着母娘伊的真，这是在世间咱爱想会到的，嘛是你现主是这个心归着正法的气，通着咱的脑神自在。修炼是一点灵性的正道，我爱是开天元的本性，正法清净咱的本性，拢是归咱原来这条灵气的。你才有今生世，咱咧讲的通证，这是咱儒家的性质，要来证明咱归母娘这条灵性啊。这个天理只有咱转动的世间讲的做修圆定慧。今仔我讲的是清净，咱的本性对着咱现主时闹的。只有讲天元，归着老母这尼啊清净，这条元天的本性，咱本来这个神伊就清净，底下如如不动啊。所以讲今日我要讲的是这点气，见到这尼顺驾的心，原来咱的本性是净伫遮的，但是咱在世间。爱靠着这个原真，回着咱这个真心话，我才会当传出着我今仔咧讲的原天原神这个道气，这才是咱顺着正法的灵性，这世人咱修合先天的本性，这是咱道家的灵魂，心理呀，咱的顺气。真法是应无性，爱咱传达是现世性。我有一条灵魂的灵气，你以清净这条心性，咱才看有原来咱的天命是归着灵魂的灵气。咱爱直通清家己的心，这是咱归灵这个天界。恢复着母啊，这个自在是咱原始的灵性，是你搁再看现本性灵魂伊的天意。我爱行向这么清的心，是咱以灵魂的灵性，这点纯母的灵气，我只有向着清净的心。咱有这么稳的天界，再来行回母自在，这是咱清净的灵性，嘛是咱转来稳定的心。我有这条清净的法性，要来讲到无形，这么啊顺意。这世人我只有净这条灵的，今日咱只有讲天性。无形伊的本性，转伫咱即马即个身躯内用，是咱即马刻出来。无形当初的神，今仔我只有用灵驾，代表我即个心神稳定。这完全是气咧通流，今仔我只有用着清净，倒转来原来咱的真性。无形界，伊只有用静来代表，咱的心归明体，这是咱传法，拢是灵性，拢是真法的通灵。我爱是得通一世人，修合咱的本性，抓定咱这条真灵，是我以清界的心。烫老母，伊这条灵气，
这是顺着咱的灵感，献着清净这条线。咱再来讲顺母道灵，一点有顺的灵性。咱再来行恢复本性，你有一条正法正理，参伫咱这么稳定的原性的，是咱在世的灵性，是你搁再倒转来先天的本性，无形伊的灵性。只有咱来讲到清净的本性，灵源有无有灵气，转到咱这么清净的心。我有这条灵魂的灵性，再来讲到这么稳的天性，拢是恢复咱的灵源。阿母阿在讲静甲这么顺，是你以清界这条灵气，嘛是咱向当来先天的本性，灵魂伊的天界，养甲咱这么清净自在，是咱行回青天的灵气。你有这么啊稳的灵性，我才转一摆这么顺的天性，是咱落加这点气。是咱向着清净这条心，灵源本意是天性，爱咱行回是天命。有咱这条灵魂的灵性，你有这么啊清净的天界，阿母啊在讲是顺咱的心有来。今仔我只有用着天意，金宝娘娘。回转来这条性诶，这点灵魂，敢若亲像咱即马会清净。母娘啊，伊教咱顺这条神入清。无形，伊只有讲咱诶本性诶。今仔我找转来，则是咱诶母源本性，照着先天诶气，行向着咱遮尔清诶神。拢是开发，咱遮尔顺的灵感，一世人，咱只有调整，咱的本源本性，顺着通遮尔啊安静，是你行过清净的法界，一世人我才会当通咱元天的本性，你有这条灵天的气，我才来行向稳定的心。是咱这条正法性，是你搁再顺母通的正。我有一点灵天的气，敢若亲像顺家这么稳的心，灵源是上天性，爱咱转来显的正。是你这条正天的气性，我有无形定落性。嘛是咱搁再通灵回出心，这是咱罗家的灵气，嘛是直引咱的清净本性。我有一点灵天的真气，咱再来看现顺母啊的心灵，恢复清净的天理，直通咱个人的心意。我有这么啊清净的天。拢是归咱母娘遮尔啊安静，世间就用心行出来，咱才有遮尔啊明，是咱这条灵天的气，带到有顺家遮尔啊静的心，是咱行回清净的天。阿母啊来讲遮尔啊稳的心，是咱以正法正天的灵性。一点有顺的灵气，咱只有行清家己的心，在这这么清净的法界，咱有这么清楚的灵性，嘛是一世人咱咧讲的通灵，回到灵魂这点气，咱有这么啊顺家的心定，
灵魂本意是天性，爱咱行是顺灵。在现世，咱只有照着咱的心意，就是真心的话。我用着无形以这个力量，教我会当顺性。这是咱得通，咱本来是。一世人，咱只有对得到。现主时，我传的是真理，这个无性。这才是咱行回正理的道路，你无其他的念头。这是咱青天的本性，我要向入来稳定的神，是咱以清净的天性，嘛是咱入正即世咱的本性，是咱归元这个天性，是咱行回正理稳的本性。灵魂伊的天性，爱咱看现有稳定的心，这是咱主宰的灵气，嘛是咱行过的清净的心。伫咱有遮尔啊稳的天性，我则看有金某娘娘伊的本性，这拢是天元的灵驾。咱只有用心静咱的性，才会当倒转来回报遮尔啊清。今日我只有要讲清灵的天界，嘛是咱即马看有清净的本灵，咱会当讲的是天理，嘛是清净，咱回到的灵性。今日我讲的是天元的本性。嘛是咱一点落界的天神，这是咱回到遮尔啊清的天界，清净中咱的本性，这是咱即马咧讲的回教，有清净师。所以今日咱要讲的是甲上源头清这个真，咱有这条无形的法性，是咱才会做啊。要让咱讲到清净，因为庙师拢带咱遮个高等的祖先，所以讲我用安尼来表示咱的灵性，读到咱真正出家的现世，是元天本灵性，是咱要行极清这条灵驾。上苍伊爱咱会顺，因为我有这个气。流通造现主是这个性归咱即马这个主人，这个才是咱通天的脑神，行入来咱遮尔啊稳的灵气。现世界只有照着天性清心，咱的本性，这个天理只有用灵气行入来咱遮尔顺的天性。无形见到元天元灵，无形伊的天性，只有咱来显露现世性。是我即马归着正法，这个天意，一片拢是白，这种光芒光明，这才是我的心归着这么自在，一片拢是相共的灵气。发射着母娘这么清的心，是咱有这么啊顺的灵性，我再来行这么稳的天神，拢是母啊的本性，拢是你搁再顺加显的证，是元素的灵气，是咱最好的这尊神。母娘有这么啊稳的灵性，这是顺着道灵的法性，嘛是咱来讲到清净的本性。咱有罗伽这条灵气，转到咱的清净顺天，元天有灵性，转咱有伽显的净，
是你这点聆听的心，咱有这么顺灵的本意，参入来才是咱这么顺的灵性，让咱走回来，这才是咱的通灵。一世人我要讲的，这是纯净，是咱以正法的灵气，也是咱向的纯佳神灵魂伊的天性。我只有先来这么安定，拢是纯母的灵魂，这是咱行回正理的天性，也是我搁在纯佳的天性。灵魂有天意，阿母啊来讲，静咱的心。即世我只有用天灵，上苍伊的灵气，行着正法这条心，母娘又遮尔啊静，是咱以清净这点气，嘛是咱阿母啊咧讲的顺心，现着清净的天界。咱只有看现主时的自在，灵源本意是天性，爱咱转落是现世神，有咱一条正法的灵气，咱再来讲通灵顺解神，这是咱回转来先天咱的本性，你净出着咱的元神。即世咱只有用安尼的静心，采用着无形这个能量，传达着先天咱的灵格，这是咱的本源，恢复着这么清净，顺着心，阿母啊这条心，这是咱传法这么清楚，世间咱只有养咱的神，这个真多。无形是要教咱会清醒，搁再行回来，咱会当定元神，这个神位，这是咱通着脑神，世间人用话咧呼称的。今日咱才会当知影，咱的心有一个假意假托，这才是咱顺甲稳定一世人。咱敢若亲像有母啊，甲咱肯定，你倒转来母娘，这个身边，这才是咱传法的灵气。咱倒转来原形，这个天性，是咱即马这个脑神，咱会当恢复通灵这个版本，因为这是阿母啊一定的上苍的灵气。是咱的灵魂要倒转去，啊，唔是咱即马这个身躯要转去啦。咱这个身躯是清罗啊，咱是要用现主持这个身躯尔尔。啊，所以讲这个身躯爱讲道理啊，啊，你爱有彻底去演化，啊，你才知影讲外口的所有演化是暂时的啊，啊，你才有法度切入来。咱即马咧讲话。这个胜利啊，咱即马有一个教啊，阿妈突出啊，有无？内底采几尊啊神，啊，所有拢是钱哇，八千偌万啊。哦，啊，迄个法师哦，做少龙啊，伊讲个工治瘟疫就对啦，用两支镜头安尼比落有无？讲安尼瘟疫就会无去啊。啊，所以叫这个人有无？要坐太空梭有无？去了另外一个星球啦，咱有这个身躯，你去了星球是要做啥？今日咱是修这条灵性，咱的本性，这个身躯一定要归土，入土为安。我即马阁讲一遍，咱卖阁迷惘啊！啊，咱卖哦，啥物讲老师，还是啥物法师、禅师，还是啥物上人？迄拢无效啦，迄只是咧甲咱引路尔尔。修行是尽在咱个人的心智，咱心咧沿这条路，有诶都沿三善道，有诶沿三恶道，地府你要搁入未？
啊，恁今日咧讲的是天堂的路，或者天路，这才是超越咱的四圣六道法。你唔免阁贪啊！今日听母娘咧讲，就对啊。是咱卖阁依托别人啦，迄是暂时的。啊，你若依赖有无？后摆你所有物件拢看看见，包括你的三文嘛看见。所以讲，咱要行的是正直的路。咱人若卖贪，你就袂去学迄个内底迄个少龙，迄个董事长边啊，迄个秘书长有无？甲你控制掉咧，人若入来拢甲你控制掉咧，吓到你唔敢振动。迄是啥物教啊？所以讲，人遮尼戆啊，遮尼迷茫啊。道理你若无听，你真正受人甲你束缚啦，吓到你真正，你会规身躯皮皮喘。是咱有这条聆听的气啊，风掠着啊，哎，秘书长哦，边啊遐个信徒哦，嘛搁咧查镜面啊，你啊看有戆甲戆的无啦？天下间咧修持，真正咱家己，所有册咧写诶，就写讲。师师父引入门，修行在个人。你要行到一条路，天堂地府嘛，啊是你即摆要轮回现主时，咱这个禽兽类的嘛，用安尼来抵开哦，你慢慢你就会醒起来啦，你就袂惊迷茫，要去倒一粒星球。你有这个身躯要去倒一粒星球，就袂迄个环境就袂下。咱人若烧过烧无，就发烧，炎的头脑就烧多啊。咱人若超过冷，皮皮喘，你炎的感冒，啊精神就一直散发去啊，拢一直散形去啊。当阮较早去天池，遐遐尼冷，啊，阮就爱阁保暖有无？啊嘛无法度互伊恢复像咱即马即个烧好啊。地府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地府冷机机专门咧关即个高僧甲法师啊，甲同居啊，是咱卖执着啦，世间好好啊做啦，卖贪人诶物件啦。你哪有啥物功夫？譬如讲我无形诶助我遮尔济，我嘛无功夫啊。爱我即卖现场咧讲道，走母娘即个力，道力道法。我才有这个功夫啊，所以讲真侪人熬臭单，用你讲的比较较紧啦。我就是要苦劝这个人有无？你爱修现成的啦，啊唔当看别人的功夫啦。啊，你一寡钱甲身躯往骗骗去，安尼敢有效？迄是恁的瘾嘛？迄是恁的组织嘛？所以今仔我咧讲的。是灵修这条真路，我奉献二十几年，所有的唔啊共提半仙，阮所有出来拢是硬脚经的，哪有讲？无你就讲，即马你若唔信，你来遮看。为二十几年前，我有钱，说到即马无钱，哪有讲你即马小看一丝丝啊功夫？啊，讲到天大地大安尼，害遮个人安尼。惊到要死的，啊！迄就是魔啊，魔神啊，神鬼啊，按在做伙嘛。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咱再来行现世心啊。今咱是要修道味，唔是要修金钱味啊。为这个金钱，这个味一直输落去，输人的肺啊。这是恐怖的，是咱要行这个道理，你愈来哇，这个罪孽愈淡、愈薄、愈轻，安尼这条灵走我都倒转去，是咱爱用头脑嘛？你既然要修持啊，啊，这个基本步数你拢未晓，啊，你就随波逐流尔，人若讲有无？啊！你着对安尼做尔尔，你根本都无家己的主张拍算啊！
安尼你要安怎讲？亲像释迦佛祖、大主、大智，你根本就无迄个慈悲心，你根本就无迄个智慧。信徒有啦，但信徒伊做诶，这都无符合着咱即马即个道理啊，无符合着天规地律，咱人诶法令啊。安尼是无名诶神灵嘛？啊，你做甲要死诶，啊嘛无好食，防嫌甲流烂有无？啊，这就是这个啊，少龙这个啊，啊过去嘛真侪突出诶有无？是咱要照着这世人，咱要行的真心的路，咱才有凡世间提醒。甚至于咱不爱贪，咱不爱对着这个老师这么糊涂的老师安尼行。甚至于咱甲变转来，要讲真正的真心话，就是道理，予咱大家听，予咱这的道兄道姐来听。啊，即款呢，你若唔做呢？所以讲，卖用着迄个金钱味啦，啊，你才要做啦，卖啊被动啦。上苍的灵气，转着咱清净这条神啊，这是咱无形的天性啊。母娘啊，伊要讲的是大众化，唔是单单你的特别啦。修行来讲，你特别，你足牛的无？你容易平盘啦。今日是无形，伊要甲咱来讲出着大众话，予大家的心拢会提升，会提醒。啊，莫阁迷茫，待伫咱现主时，你做人着阁做人，啊，做人着禽兽类啊！你阿莫若无做人，你着是做禽啊！鸟仔类啊，鸡仔、鸟仔、鸭鹅啊，啊做兽有无？就咱即摆咧讲个啊，马羊有无？甲狮、甲霸有无？啊，迄拢可怜个啊，迄拢是欺负来欺负去个啊。是咱有即条灵天的灵性，咱再来讲顺甲遮尔清净。所以讲，昨个电视大家拢看有。母娘搁再搁甲咱讲，咱如果若要修，要你的心灵提升，你就是爱好好啊来教育咱家己的心灵。你爱出咧外口看，啊嘛爱看真侪册、真侪经，啊听人安尼讲，啊听看人咧表演，啊你将着这外口暂时的物件，甲输入来你现主时的心，你才有一个永远。咱倒转个本来，迄个如来性，啊，这是一连贯的道理啊！啊，你其中若无练有无？你为基础拢控好啊啦！啊，你无一楼无二楼，你着要起第三楼有无？安尼敢起会起？人就是这么急啊！因为我二十几年，国内国外，甲咱即马所话。要灵修的人，我接触侪啊嘛，有个人真贪嘛，啊，老师啊，你甲我开天眼，啊，我会讲会唱有无？我出来度人啦。如果母娘来温习温习这个人有无？安尼这个道就败啊啦。嘿，所以讲你的心你都无坚定，你都无受着正常的训练，你都无法度同情别人，你家己都顾袂好。啊！你这个功夫是要做啥？会突出就是火啊！用简单来想就好啊啦！我常讲，你所有的每一工安尼练，拢爱练超过八点钟。你伫咧十八年后，你看说小可会捌这个道理未啦？接触到这个能波能量，你看嘛，这个量会较好未啦？啊，讲到这么白啊！啊，这个人拢依赖。即嘛，即粒头，啊！伊粒头人爱搁饲出咧，啊！搁秘书长所有诶遐干部甲你控制掉诶呢。咱即机会是自由自在呢。你要来，啊！你要活动，是咱公布了后无，咱才出去演化呢。所以讲，
是咱每一个人的作风啦，每一个人的信义啦，每一个人的信心有无？要安怎来做啦？真理显来顺天性，爱咱转来现世面，是咱元天的灵气啦，转到清净的心定。今仔我出来做无用事，我嘛用来气咧传对方迄个灵性。啊，你啊看咧扫龙有无？伊用两支镜头就点啊弹有无？真正的功夫伊唔敢咧表现啦。安尼我甲你讲，就是真诶啦，无输无败。伊伫咧信徒头前，哪会咧等你去问功夫？迄就是咧骗局啊！真正的功夫，就是爱有排场，爱有真正天意，无就是爱有地意。啊，无就是咱做任何诶，你真正需要啊，真功夫才有顶啦。啊，若其他拢假心啦。真理是天源，落来是顺气，显露是清净的心嘛。咱莫贪别人个啦，啊，就袂去用偏激怪气啦，甚至会甲你控制条条，有无？互你袂伸脚出手个啦，迄阵你就艰苦啊啦，敢若吓嘛要吓到互你惊着。是咱顺着这点灵气，咱爱看到。现主持的心，是咱有这么稳的灵气，咱再来走向这个天，顺着稳定咱的灵性，咱再来看现家己的心，这是咱儒家。今仔我只有顺着这个天性，敢若亲像母牛这个电挂伫遮，这个是咱恢复先天，嘛是咱即马讲母牛电。伊所有咧传的信息，要教咱现主持，咱这个人的心啦，你莫超过着朗读啦。这是这个电波呢，毋是我即马咧讲，我欢喜讲，还是看着电视讲的呢？是老母的信息，要来阻止着咱即马这个贪心的，会偷人就对啦。不管你什么道啦。不管你什么神啦、啊，会主持当事长拢相共啦。母牛即马咧讲，就是这个意思啦。你来行好做好啦，较袂后世人有无？你做奴才做长工有无？啊，派去边边有无？咱即个地球的边边啊有无？遐五鬼多啦，妖鬼的拢嘛是伫地球边啊，无食遐个啊，遐伫遐咧建山沟啊，皮皮错啊。是咱有这条敬天的本性，咱再来传达这尊神明，落伫灵源这个灵气，转到清净咱的天性。这个信息我接会到嘛？有诶讲啊，母娘哪会无爱甲我讲？边边啊做鸡啊，边边啊拢是姜糖啊，爱看你的程度啦，看你的做人有无这种基础啦。看你的点数分数啦，啊无别人会通，你哪会袂通？就是你有欠点啦，就是你的心有无？啊，搁落去真济啦。我要甲你摊白，就是安尼啦。是啥？我会当接到信息，恁袂当接到信息。发会中嘛是安尼啊，大家会伫遐相论啦。啊，这就是你平常时用心无够啦。你现主持的接触电波无悬啦。现伫敬天的灵气，转伫这么清净的本性，是咱有稳这点灵魂。再来讲显露顺界心性，灵魂若有正天性，爱咱来讲着顺母道灵啊。今仔我一直咧甲大家，敢若亲像鼓励啦，做好家己上第一要素尔尔，其他。你免关心别人啦，今仔是别人爱教育，啊你袂当贪别人的金钱米呢？哇，啊这习惯你都真正害去啊你咧，有形有色的你所看的有无？啊你要怎见你的如来啊？
是咱真正爱知影讲佛祖咧讲啥啦。暂时的，就是爱搁轮回啦。母娘伊就是烦恼，咱即马生死门你看袂清楚啦。玉皇大天尊就讲，这个轮回因果有无？伊嘛真正无爱安尼办呐、啊，包括地藏王嘛同款呐，包括咱只念罗王嘛同款，圣王也讲嘛同款呐。恁拢做好有无？伊个心才会当敢咧亲像较快乐啦。啊，伊若看恁做歹有无？规脸皮拢准歹人个时阵有无？啊，拢做意外有无？你看圣王也讲伊要哪办？是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气。因着咱当代这个人的发生，是咱顺甲这样的稳定，咱再来讲清净咱的天性。阿婆啊，伊咧讲是真正的灵魂，今咱爱顺甲这样的清净，咱才有这个力。因咱有一个主头嘛，咱为头啊，甲只嘛，咱做会起，照着母娘伊所有交代，现主时。在咱这个周边，在咱的头壳顶，这个虚空，诸天的心灵，伊会当甲咱庇佑加持，会当甲咱引路，予咱这世人行的这尼啊顺路。啊，这就是咱每一个人你要坚守啊，这世人你要行的是什么路啊？这种关系啊，啊，这是伫年久月深的啊。咱所有咧讲的即种你的境界啊，现主时，咱咧讲讲即种，你行到现主时的体会就对啦。啊，这才是咱现主时成的嘛。你会当讲到这，就是你即马这个灵魂会当行到这个坎站嘛，关家卖比嘛。只有你有这个明智，你自然生出来。你甲遮会当肯定讲，你这个名利，你这个大智慧，你这个妙法，会当讲比别人较特别。啊，这就是咱即卖咧讲的奥妙嘛。所有的无形伊遮尼深，遮尼玄妙，所以讲咱讲着这个玄妙，你甲讲会出来，啊，你着可算嘛。啊，无大家嘛讲不可思议。是咱要讲出着阿母啊，这个圣意，咱规个人、规个虚空、规个地府，你拢知影，即嘛伊的规律，啊，这才是你会当讲着，现主是你做唔到，做到，安尼来感应嘛。即嘛你甲看，我就讲有现主是包公啊，啊有现主是，即嘛咱这个少龙有无？伊这个所有的。伊个做组织就对啦，爱是做了偏差去，大偏差啦。啊，咱这唔通学嘛。啊，你若学落去无，你无名，你就受影响啊。你这世人想要修倒转来，完完全全，迄、那个结拜，这个灵气，啊，你随着迄大落的有无？啊，甲你淋落，你要太有法度讲倒转来听迄个清气。用这个阴阳两气有无？安尼来讲，你就知影啦。哦，所以讲其他迄个道理，拢是阴阳两气所演的啦。啊，咱最主要是啥？阴阳两气合作一气，顺阳的气，一颗清白的心。啊，这才是咱要爱啦。外太空你莫想遐济啦，无这个身躯，你灵魂再搁起来，还袂慢啦。献地青天，咱的顺性。安住现世，咱的本领。好啊！
啊啊哦啊咿哩哦啊咿哩哦啊咿哩啦呼啊咿啦啦呼啊咿哩啊哦咿哩哦啊咿哩嘿哩哦啊咿哩哦咿哩嘿哩嘿哩哦咿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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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哦咿哩哦啊咿哩哦啊咿哩哦阿依那那呼，阿依哩依哩呼，阿依那阿依耶哩嘿，阿依哩嘿，阿依哩阿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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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哦阿依耶哩，阿哦阿依阿哦阿。哎呀哦啊啊啊咿耶哩哎哈咿耶哩哎啊哎呀啦哦啊哦啊咿耶哩啊咿耶哩哎哩哦哎啊咿耶哩哦哎哩哎哩哎哦啊咿耶哩哦哦哦啊咿耶哩哈哎呀啦哦啊啊啊哦啊哦啊啊哦啊哦啊咿呀哦耶哩哦啊咿耶哩咿哩啊哦咿咿呀哦耶哩咿哩哎呀啊哎呀咿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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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咿咯哦啊咿耶哩哦哎呀哦啊咿耶哩咿呜啊咿耶哩。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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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咿耶哩嘿哦耶哩嘿哩哎呀咿耶哩哦啊咿耶哩啊哦耶哩咯啊啊啊哦啊咿耶哦啊咿耶哩哦耶哩哩哦啊咿耶哩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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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啊